新北市淡水区市立竹尾高中在去年首次参加由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主办的2020微笑台湾创意教案甄选活动，在全国约160所学校参赛作品中荣获高中职组二奖，并获得新台币20,000元的奖励金。新北市淡水区市立竹尾高中在去年首次参与由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主办的2020微笑台湾创意教案甄选活动，在全国约160所的学校参赛作品当中获得高中职二奖，并且获得新台币20,000元的奖金。而校长表示，竹尾高中近几年在国际教育跨领域议题教学的实施，以及教师社群共备课程精进教学方案的推动，都有初步的成果。而这一次获奖，也是对于学校教学的一大肯定。我们这次获得天下杂志《微笑台湾》的创意教学的教案，那我们在国高中组获得全国的二奖，就是第二名。那在参赛的数量有160个教案，所以是很难得。那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是国际教育，那我们这一次有把这些教案里面的生态特有种把跟国际教育做结合，那这样我们外宾来或是我们的姐妹校，我们都可以透过介绍台湾的特有种让他们知道台湾的特色。创意教案甄选是以各地乡镇特色为设计的主题，运用在地资源，实践跨领域以素养为核心的教育，连结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启发孩子对于在地的认同与参与。而竹尾高中以英语、自然、艺术、资讯、数学等跨领域结合国际教育专业社群，结合在地生态特色，以小白鹿的奇幻之旅为主题，设计制作教学的跨领域专题电子绘本创作而获奖，包括有英文，然后有生物，有艺术，有音乐，然后资讯跟数学老师。那我们这个发想呢，是想要透过这个社群，我们共创一个教案，然后来跟国外的同学国外的伙伴来做一个交流活动，也希望能够激励他们呢，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一些课程当中认识我们自己家乡的特有文化还有生态，我们也能够悦纳来自国外的这一些特有的文化还有特有的生态，希望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一个地球，我们能够爱护它，也能够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心力。在竹尾高中，教师带领七年级的学生完成了红树林、留鸟、小白鹿以及台湾特有种台北树蛙、台湾地质、台湾黑熊还有梅花鹿、樱花钩吻龟等动物为主角的电子生态绘本，让学生对于台湾特有种生物以及台湾生态保育有更深层的认识，培养学生知识的统整能力，进而理解并且活用所学进行创作，提升学生的国际素养。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